有些怀孕的，你现在心情怎么样？无比高兴。可您好像有波比了。你对面时阵更加宝贵，啊，你抓啥货？拢想买，想买就是。讲伊要等来做人囝，啊，叫个嫁的拢想。你甲讲要？你有要？我讲伊去嫁，伊生了其他，还是讲提早我讲，啊，袂甲抓讲，讲若要去等来做人囝，会抓我三个想买，啊，第一个半个想买。当时半个。对面是。对面。十。啊，不，九月30号。哎，我可能比你还高兴呢，因为第咱刚过乡啊，第二吼，我把你们的孩子生回来。其实这一阵子我最担心的是你有没有成功，还有一次就成功。啊，不啦，就可能这样讲，恁囝有保庇啦，恁后生一抓。当假菜市啊。不啦，这是。无安尼啊，我安无安尼。哎，可是我那天植物就跟你讲说，保证怀孕啦、啊，有没有？对啊，可是我对我自己没有信心。你要，但是你要对菜市有信心啊。我对你的专业很信心啊，很有信心，但是我怕我自己不行。太感人了，来看一下这个第二条线，可以，这刚丢下去就出来了，在这里，OK。我做过不少说像你这样的个案哦，最近有一个49岁，他现在还在累积胚胎。其实他如果累积够二三十个胚胎，我有把握让他生回来。那我有帮一个48岁的小孩子之后，也是把他生回来，而且还龙凤胎。对，这个可以看出是单胞胎还是双胞胎吗？要抽血才知道。要抽血才知道，抽血出来如果说好几百，他的报告好像跟那个那个送我们指南宫的那个蔡小姐一样。对，我最近做了一个46岁吗？47岁，南投指南宫来，一抓怀，她也怀孕了，上个礼拜，她搞不好等一下来做餐坡，上完一大堆的指南宫给了，还有金币银币。这排队是那个是病人那个心意啦，所以其实我们呢，我们每个小孩都一人一个，哇，很感动。第二条线，再来看一下第二条线的龙。我刚才看电脑看到你的名字哦，真的替你好紧张。不过你自己没有验很奇怪，他不敢验，不过因为你的情况这个。还是要跟你提醒三关呐、啊。第一关就是鸡关，今天嘛，今天是礼拜二，下个礼拜二要看几胞胎有没有子宫外孕。我猜是保证不会让你外孕的，这个没落差的，我没有外孕的记录哈。第三个是下礼拜二要看的心跳，所以9号、16号、23号是三个关键日期。啊，你看看林建功叫伊刀波比。搞不好他来投胎就男生了。他还有很多事没做完。你讲你好生哦。电脑了，我今天刚去，因为伊要过车祸诉讼那边，惊了嘛。所以车祸。车祸。你不是讲伊是伫死亡暴毙？是2005年9月25号有车祸。车祸。等到2016年9月14才走的。车祸到走了差一年哦、喔，差快一年，差一个礼拜一年啊，差一个礼拜一年。所以诉讼还没结了。那这个要抱回去，你去家己讲，你回来，你家己代志家己做哦、喔。但是，讲话较无礼貌，歹势歹势。